要是自己去死吧，还是这个是大概七八年前吧，六七年前，七八年前。那个时候报纸我记得三两天就有一个啊，父母带儿女去自杀的。那个时候刚刚好那个民宿那个三只眼啊，有个节目叫三只眼嘛，来访问的。他来访问的时候我就跟他讲这几句话，哦，然后他已经很多人都知道这几句这两句了。他那个时候我在开玩笑啦啊，那个一个刚刚在那个时间上时间点上阿扁来，阿扁来访问来我们这边，来了以后呢，那我就跟他讲啊，我说希望这个阿扁总统啊，那目前呢，这个父母带儿女去自杀的那很多，希望透过那个总统府要发消息很简单嘛，我说交代一下把这个消息散布出去，这个如果父母真的活不下去了那么孩子养不起的话，把孩子送到我们这儿来，等到他养得起来再来带回去，先不要把孩子带去自杀。结果阿扁相应不理，家人不理，所以我开玩笑讲，我说他当时相应而理的话，理我的话现在不是现在的，说不定现在不用坐牢。真的呢，不可思议呢，因为他交代一下，整个散播出去，他不费吹灰之力呢。对，每个媒体什么都可以看得到那多好呢，不愿意。为什么不愿意啊？这是一句话而已。不知道。本人啊，不知道，没有处了，没有处哦。不是，因为他觉得说，政府做不到，给民间做到丢脸。有可能，有可能。真的。答案要问他本人。不知道，因为他可以可以透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啊，是吧？就发布个消息而已啊，那个交代，你不要说，你不一定说政府发布的，那就是不愿意的，我不了解。对，他没有听进去。但是真的呢，那个过后没有多久的，好像就一直减少了。虽然后来有一个来，来以后我跟他聊聊谈谈以后啊，那么。又把孩子带回去了，也没去自杀了，也没有。所以其实要带子女去自杀，包括自己要自杀，其实都是一时冲动，只要那个有个缓冲期，有人给拉一下那个冲动那个过去就好了。我想请问一个问题，就是。听您这样讲非常的非常棒。那我想知道这个人在台湾有很多这种的问题，那这边会不会有没有人满为患的这样的一个问题？我这边是没有人满为患的问题，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出在那个评鉴。评鉴。评鉴，这个评鉴我这个不拿政府一毛钱的，也不跟社会大众募任何一毛钱的他也要来评鉴，来评鉴没关系评鉴的标准和那个制度上面我们要准备150几种资料给他们看，请问，很多细目请问总统的金孙嘛，被教育才功夫对不？我就没有照他们去做一些他们爱看的资料做爱看的资料给他看，大概都多少是作假嘛，所以每次就很不爽，都给我扁了。没关系，都给你什么扁啊？扁的话就限制我不能再说啊。就不能再说啊，所以不能再说了。对啊，就限制要我乙的以上才可以说啊，现在还在丙啊。现在还是丙。还是丙啊。所以你这28年来都是丙。开始评鉴以后。那请问什么时候开始评鉴呢？
大概我们大概再过些日子来复评。不是，我说从哪一年开始？三啊，哪一年开始？我不知道，但已经评了好多次了，也大概十年以上。十年以上。做清洁，做室外清洁。因为你刚刚提到音乐，我就想到音乐响应响。我们这边都是音乐嘛，比如说音乐哈，做清洁音乐一响，他们就回来的了，没回来没办法哈。下课回来的话哈，他自己就会去做。不好意思，不能再收的意思是说，从十年就给你以后就不哦额度。不是我，他现在比如说给我啊六十名嘛，给我六十名的话啊，我现在收到44名的话，那就不给我再说。其实他给我的额度里头，我最少还会再说16个啊，他就不给我说。就是你只能维持现有的。但是住的是死的。对啊，政策下有对策。对啦，人是活的啦。这我们就懂了。啊，这边收的年龄层呢？年龄层现在，我们定的对象是0岁到18岁了。在最小的时候是5天就来了，现在还有一个哈，他是35天来的，现在还在。那个伯伯讲话哈，你们不要来，请你离开。谢谢你讲。他们叫你伯伯。因为哈。28年前来那个时候40几岁50岁不到吧，叫我婆婆是对的吧？没想到一眨眼28年，这还是继续变长没有老了，看起来还是婆婆，还是婆婆吧？对呀，所以后来有一个心得，你们的儿女都会老，我的儿女不会老。永远0岁到18岁，所以我永远0岁到18岁的时候，我在永远阿伯嘛。还有一点哦，这个0岁到18岁是朝阳，对吧？对，是春天，对吧？养老院是夕阳，20后冬天哈、哦。所以我永远活在春天，沐浴着朝阳，啊，享受着万物的成长，百花开。这境界好。美吧，好美啊，对吧？对。夕阳无限好，只是近黄昏。对。那这里是生命成长的空间啊，季节啊，那是消生命消失的地方。所以你们啊，闲来无事不要忘掉啊，读书会就移到这里来啊，来享受永远的春天。这边还有什么？大家有翻到的、有看到的，或者听到的，或者看到的环境？我先去。有没有？对。